呦呦呦呦！哎呀，你在啊，林博士，干活啊！哦，我给你送饺子来了。哎呀，刘嫂，您太客气了，我不喜欢吃饺子。哎呀，你看你肯定是刚来，你不知道，你到全院去问问啊，他们都知道我包饺子是最好吃的，他们排着长队都吃不着呢。你尝尝，保证你吃了还想吃。刘嫂，您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是想问问，你有对象了吗？没有，暂时也不准备交。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么好的小伙子，你学问又好，长得又好，你咋不谈对象呢？不是刘嫂，你有什么事你就直说，我能帮的一定帮你。你打算在这儿住多久啊？不好说，我要干得不开心，随时就走了。你看啊，我也打听了，你是单身对吧？你一个人也住不了这么多房子嘛。我想跟你商量商量，就那个沿街的那间屋啊，你把它借给我。你知道我们家困难，我想在这儿啊，开一个小杂货店，白天呢我卖点东西，晚上我们家军辉啊没地儿复习功课，就在这儿复习，不出声，保证不影响你。刘嫂，我知道你们家困难，但是我不能接你，我要休息，您先回去吧啊。不是，你让我说完，你真的，你只要把这房子借给我，我绝对不跟你计较，你在这儿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真的啊。我今天心情不好，先不跟您说了啊。不是，我们不会影响你的。哎，林博士，是住我们家房子，他还心情不好，小吃都不给你吃。林子阳。我跟你说一声啊，小玉的手术做得挺成功的，而且恢复得也不错。要是不成功，你就是杀人凶手。陈总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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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总。这个是策划案的标书，您看一下吧。我要给您讲一下里面的内容吗？什么意思？我难道连这个内容都看不懂吗？我是怕隔了一个晚上，你给忘了。昨天晚上的事儿纯属意外，我向你道歉啊。这个事儿咱就算过去了，以后谁都别提。这对你来说是个意外，你知道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没白喜欢你。虽然昨天是酒后失控，但证明您对我还是有感觉的，是吗？杨娜，这个事情我真的很内疚。我希望用这个来补偿你全年的薪水还有奖金。你干嘛呀？我不是要这个。你觉得这是一场交易吗？不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给我一点钱，你心安理得吗？那你说，你想怎么样？想跟你在一起？不可能，
我有老婆，有孩子，有家。我不在乎。听我说，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。我真的不在乎。我在乎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离间你的家庭的。我只是想好好的关心你，照顾你，全心全意的去爱一个我喜欢的人。杨娜，你还年轻，将来的路很长。我希望你不要想入非非啊。这怎么是想入非非呢？别人说这话，我还觉得他是在教育我。陈总，您说这话不合适吧？十几个小时前，我们还这么好，这么亲密，现在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再次向你表示歉意，我希望你能接受这种方式。我要是不接受呢？接受不接受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你可以离开这个公司了。您是要把我给炒了是吗？放心，工资照发，一直发到你找到新的工作为止。啊，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，去收拾你的东西吧。怎么，没听清楚我说的话？今天的例会就开到这儿，下面还有俩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。这个第一个事儿呢，是这个由于工作的需要，林子阳同志结束了轮转科室，提前回咱们科工作。这个第二件事儿呢，护士长你说吧。后勤关于林子阳同志擅自离院、不假外出、外出不归的处理决定已经下来了。院领导决定呢，科内转达，给予林子阳同志严重的警告处分。现在欢迎吧。嗨，我是说欢迎林副主任回科工作。也希望林副主任啊，能吸取教训，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技术，为院里、为科室做贡献啊。今天是林副主任出诊啊，大家要多多配合。好了，上班吧。护士长，小朗。听说你咋的，要辞去这个协理员的职务？哎，是不是让李子阳闹？没有没有，事儿太多了，有点干不过来。那你可得想好。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
主，你搞错了没有？谁是房主啊？没有，他出钱请我们来啊。你们给我停下啊！不许再砸了。不是你谁啊？我谁？我才是房主呢。你是房主。都给我停下！别干了，都停下！小林主任，哎，小林主任，我刚才我到庄生那套房子去看过了，怎么工人在里边拆的乱七八糟的？对呀，我要装修一下啊。不是，你装修一下，你好好装呗，怎么把墙都砸了？那装修不能砸墙啊。不是，不是，房子是我们借给你住的，你得好好的爱护，对不对？怎么就成你们借给我住的？这医院分给我的房，怎么就成你们借给我的了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哎，我跟你说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院长没法给你解决这房子，然后跟我们家老刘商量呢，让我们先把房子借给你住，然后呢，等医院的困难解决了，然后我知道这房子原来是分给刘主任的，后来是院长收回来这套房子才分给我的，怎么就成你们借给我的了呢？你真以为这房子是你的？哎，我跟你说吧，这房子怎么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全医院都知道啊，那是得经过排队啊、填表啊、打分啊、签字啊，这些你都办了吗？还有这些呢？那可不是，不是，这确实是院长亲手把钥匙交给我的。什么院长院？哎，不是，这么着吧，你不相信，咱们现在就去问老刘，行吧？我让老刘跟你说。走走，来来来，走走走。老刘，哎，老刘，好了，你跟他说清楚。啥？那房子到底是借给他的还是让给他的？哎，这上着班呢，怎么扯上房子的事儿了？走走，回家。你跟他说清楚。说什么就回家再说。哎呀，你不知道。咱家的房子，他整的呀，涂的乱七八糟的。这房子让人家住了，你这刘主任这事儿得说清楚啊！你这房子借给我和让给我两个概念。这是什么两回事？你看你都住了，什么两回事？你要说不清楚，我找院长去了。别！哎，小林，你看你这院长都挺忙的了，你先走，这儿没你事儿。你出去。小林，这个谅解一下，院长都很忙，咱能解决的咱们自己解决。刘嫂跟我说的，说这个房子我没排队没填表，这房子就不是我的。不，你别听他胡说，这个房子是医院分给你的，但是也确实是我让的。那不还是我的吗？跟院长说的一回事吗？刘洪振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居然骗我！你跟我怎么说的？我骗你什么？你说房子是借给他的，你骗我！你回家解释，回家解释，回家解释，好不好？行，在这儿说清楚。你来劲了是不是？对，你必须在这儿说清楚。说啥？好，你当着大家的面。咋了？你说说吧，你，我这些年我怎么对你的？嫂，你别气。你有良心吗你？我伺候你爷爷奶奶，完了伺候你爹妈，我现在伺候你，伺候你儿子。我给你提过要求吗？我给你提过一丁点要求吗？你就这么伤我的心？你骗我！你太过分了！你我骗你啥了？我啊，这医院你跟人闹啥闹啊？回家走走。你别管我！你给我出去！刘瑞，哎，刘总，越来越讲越来劲。你打我！你是不是在打的？不行的！怎么动手打人？你娘！没你什么事儿，他是我老公，我愿意让他打，我愿意让他打死。你打吧，嫂，你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就一套破房子吗？我不要了。哎，你不能打！你们都看见了啊，这是林子阳自己把钥匙给我的，我现在就回去搬家。你不能搬！哎，钥匙给我，你给我钥匙，哎。刘洪振，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房子是分给你的，这是夫妻共有的财产，我有决定权。你，娟，咱们走。慢点啊！你慢点。好，慢点。你娟，慢点。秀娟啊，别赌气，是好是歹你们啊商量着来。爸，妈，你们儿子太窝囊了，要是听他的，咱们一辈子新房子也住不上。你们就听我的，咱们现在就搬家。哎呀，这是干啥呢？啊，百家娘们，你真要气死我呀！快点，快点，哎呀！
这个家不能搬呐！咋了，今天都闹到这份上，死活都不能搬啊！你不敢搬，你就在这儿待着，我们一家老小不跟你说我哪去？对了，江林，走去！你这是要毁了我呀！我一辈子都没让人戳过脊梁骨，你以后让我怎么做人呢？你就为你自己想，你为我们一家想过吗？我要房子，我是为了一家。我知道，我嫁给你这么多年啊，咱们除了奉献，咱们什么都没有做了。你看看咱家这两层破东西，你再看看人家家，我怨过你吗？不是，我知道。嫁给军人就是要奉献，要牺牲。但是你不能当众你骂我，你骗我，他还想打我呢。老潘，你打我姐？什么打你姐？走！就是我那是一时糊涂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向你道歉，我以后不那样了。你要真向我道歉，你就跟咱们一块搬家。搬什么？你再听我说一句，你听我跟你说。刘洪战。我一辈子再不会相信你的鬼话了，走！再等两天，哎，明天我让你住新家，好不好？不听你的，这家不能搬，哎，你放下不起来，你哎呀，不，哎呀，姐夫，姐夫，你别纠结了，听我说，你说啥？听我跟你说，好吧，姐夫。这真是你的问题，啥我？你看这名正言顺的分给你的房子，你干嘛不住啊？对不对？你看又不偷了又不是抢的，不是你怎么连这主都做不了？行了行了，姐夫，你这样我跟你说，你这太不像个爷们了。走吧你，哎呀，走，哎来了，这还不如我瘸子呢。快走，跟上！啊，走！我跟你说，你把林子阳给闹跑了，我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，你理解理解我，好不好？走了，走！不能走，不能走！我这一下，你让开！哎！停！走了，快！姐，走了。哎呀，老六，你这是干？哎，出血了！你这是跟谁玩命了？长哥，快！呀，姐夫，快！这不咋办呢？这个去医院，走，去医院，哎，走，别动，别动，让我待会儿。你怎么了，老刘？你这干什么呀？你快，你没事，去医院吧。去医院，哎，走，姐夫，走，别动，都别动，都别动。姐，今天你要是敢搬家，我就撞死你。姐，我姐夫没事吧？我会蹲监狱的，我这。姐，你这干什么呀？你。你让我一家老小都跟你死在这儿算了，你干嘛呀？你干什么？我们跟你一块死，你干什么呀？姐，你干什么？你给我看看，你再给我看看。看啥？就一个小口。你在医院消消毒。消啥毒？我就干这个的，我还不知道该咋处置。你这是跟谁较劲啊？你作不作孽呀？你总干着惊心动魄的事儿，这我这心脏真受不了。老婆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、委屈，知道你不甘心，但这个事儿啊，他不能那么任性。你说呢？我是个主任，你是优秀的军嫂，咱这觉悟那不能比林子阳还低吧？对不对？真的，以后别这样了啊！心脏真的受不了。其实你说吧，咱家这日子过得也不是那么苦。你看，就这两间小房挤是挤点，但是住得多舒服啊，是吧？你说现在真的，你要是搬进去，那人家这医院的领导得咋看我？以后咱咋在医院待呀？该忍的时候啊，还得忍。凭什么都说咱们忍呐？古书上不说了吗？忍为上。你就这点不如我。拿来吧，啊。啥？我都能给你窝囊死。
刘主任，会有手术啊！哎，好，记着呢。你过来看看，你这怎么了？破了？昨天不小心碰了一下，没事儿。一会儿再进手术室啊。哎，好好。哎，护士，求你件事儿呗。说呗。哎，把这个钥匙替我还给林子阳。看啥呀？你跟嫂子商量过？啊，商量过了。嫂子同意了，必须的。那啥叫军嫂啊？没我这个军，哪来的嫂啊？嘿，该咋的咋的。你嫂子这点觉悟还是有的。别看她平时瞎嚷嚷，关键时刻还是我说了算。谢谢了啊。说这话时间有点早了，我才来几天啊。我们医院条件困难，委屈你了。您说这话也太客气了吧，我不就是一个省中心医院不要的狂妄自大分子吗？哎呀，以后别给我沏茶了，太烫，我等不及，赏我凉白开就行了。找我有什么事儿就直说，没准我一开心就答应你了。我跟你还是直说吧，刘主任一家呢很困难，到现在为止一家三代还挤在两间房子里面，刘嫂一个人忙前忙后的，真是挺不容易。怎么还跟我说这事儿啊？那三居室不是让回去了吗？现在是这样的，刘主任准备把医院给他的三居室又让回给你。我觉得一个老同志家庭那么困难，做出这样的选择是难能可贵的。不是他为什么呀？那么贵的房子，他为什么让来让去的？这是他给我的钥匙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拿走。不是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想让我拿走啊，还不想让我拿走啊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想让我再把房子还回去，这样大家就都高风亮节了，你的思想工作也就成果显著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现在这个我们院里就一套三居室，你如果这样做的话，我们在舆论上会支持你的。顾事长，我问你，这是你的意思，还是院长的意思，还是刘主任的意思？这是对你有利的意思。我告诉你，我要这套房子就是想看看院长有没有决心建这个中心。可你们怎么把这事弄得假模假式的呀？我可跟你们不一样，我说不要就不要。嘘。小冷，你请大家都到学习室来，我要说说这个事儿，让大家受受教训。这个没必要吧？这会适得其反的。哎，咋会适得其反呢？你看，这个他能这样做就难能可贵啊！他是个新来的同志，得给大家留个好印象，尤其是得让老同志接受。你说他住院长办公室这个事儿，咱们好多同志对他有意见。另外，我听说专科转的又不大好，你说是不是？这正好是个机会。
啊，让大家都改变对他的印象，都来向他学习啊！我去通知。哎，主任，他不是很喜欢让房子这件事儿。谁喜欢让房子？这都是切身利益的事儿，但他能这样做，就难能可贵。这样，我去通知啊！我去通知。哎呀，好同志。同志们，这个我要对林副主任来咱们科室这段时间的表现提出表扬，是吧？好，非常好，工作非常积极，是吧？咱们大家都知道，林副主任呢是咱们医院进来的特殊人才，理应特殊待遇的。但是咱们医院现在有困难，达不到。前两天呢，医院分给了我一套三居室。本着为医院着想啊，为医院分忧吧，我把这套三居室的钥匙交给了小冷，让小冷交给林副主任。可是林副主任不但没有要，他反而向医院提出要住集体宿舍。同志们，这是一种品质啊，我们大家都得向他学习。说句心里话，我当初把这个钥匙交给小冷的时候，我还有点舍不得，但是现在，这个房子归你了。刘主任，我得更正一下，这不是我主动要求住集体宿舍的，是冷护长逼我住的。他说你们家有困难，说你都让了好几套房子了，还说刘嫂为我们军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，还说你们家是农村的，你说这房子我还能住吗？所以这钥匙啊，您还是收回去。好，向林副主任学习啊！向林副主任学习，赶快给，赶紧的吧。这个，小林啊。那些困难我都是可以克服的，是吧？这个钥匙你还是拿着。我说我不要了，你拿回去。拿着，这是命令。刘主任，你有必要这么奉献自己吗？再说我能不能在这干下去还两说呢。即使我真能干下去，我也是该怎么做还怎么做。林子阳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哎，拿着。小林啊。让就是让了，不存在什么假惺惺。我们这里是部队，我们都是军人，是吧？对于你来说，一些必要的军人的素质还是要尽快掌握的。行，这房子我要了，你别后悔啊。怎么可能呢？刘主任，恕我直言，你这么做什么也得不到。不要把你那套西方的精神分析法拿到这儿来用，那是对动物的，不是对人的，是吧？尤其不是对中国军人的。他自己不要的啊。大热天你坐这儿干什么呀？啊，老刘，怎么了？仲伟，我伤心了，我太伤心了。
我对林子阳那是真心实意，他居然那样对我。他哪样了？我给他让房子，他居然说我虚伪，说我是羞辱他。你说这种，你干嘛要给他让房子？我还不是为院里着想啊，我想把房子让给他，这医院就有保留下来的希望了呀。政委，他能不让吗？林子阳是谁呀？院长的红人啊，他还想把心掏出来给他呢，结果怎么样？人家不稀罕呀，人家不要第一副主任，人家要外医科，要这所医院。雷锋，把眼睛擦亮点，知趣儿一点，赶紧让位子，带着嫂子孩子回家去吧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就这样说，好让你清醒清醒。好了好了。别伤心了啊！你放心，在我这儿，只要是技术好、思想好、勤恳工作，就不会有亏失的。我相信你，你是过硬的。你一定要让林子阳服气，给他们这些年轻人做个表率。咱们是军人，没有不能战胜的。政委啊，我真的是没碰见过这样的。哎。排第几呀？说那说吧。就是，我晚上想说吧。不知道我是急脾气啊，到底考第几呀？把卷子给我看。妈，您别生气，我这回考的不太好。咋叫考的不太好啊？拿来拿来，给我看。哎，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吧。吃完饭再说吧。吃啥饭？这是成绩学习第一。语文86，数学81，这不是挺好的？懂啥？90分才优秀呢。你得努力呀！啊，你这平时这，你看，这物理92，你都像这不就行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啊，英语56。儿子。这是怎么考的？你英语居然能考不及格，咋考的啊？问你话呢，说话，说话呀！你小点声，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啥好好说呀？那眼看就要高考了，那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呢？就这成绩，你考不上大学吗？儿子，你是不是没好好复习啊？我没不好好复习，没好好复习咋考成这样的啊？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做人要上进，要上进，就考成这样？我没不上进啊。你还敢顶嘴啊？啊？你臭孩子发什么脾气啊？这次没考好，下次再努力呗。还啥下回呀？还有几个下回啊？这眼看就要高考了，那考不上大学干啥去啊？这咋办呢？全家勒紧裤腰带是吧，把所有东西都砸到你爷爷身上，所有的钱都花到你身上，你就考个这成绩回来、啊、我考好的是有理由的。啥理由？我以前在农村学校，现在是重点，两边进度不一样，我听不懂。听不懂就刚才使劲了。孩子没有不使劲，晚上躺在被里呀、啊、那打在手电看书，我都担心孩子把眼睛看坏了，家里就这个条件。
你还想怎么样啊？啥怎么样啊？那他现在跟我那时候条件不是优越多了？我小时候经常没电，那不点着蜡烛也学出来了吗？你那是什么年代啊？他是什么年代啊？您现在是有电灯，我敢点吗？我敢点吗？爷爷奶奶身体不好，每天我敢学得特别晚吗？啊，我们同学家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险，我有吗？别拿这个说事，不学，不学，干啥？你还干啥？孙子，你干嘛呀？这是不学。他学习成绩不行，跟我让房子有什么关系？你少拿房子扯淡！怎么没有关系啊？他每天和爷爷奶奶挤在一起，每天你让他怎么学习？他能静得下心来？他能考好吗？你们别争了，都是我们拖累了孩子。俊辉本来自己有个小屋，你看我们本来了把他挤的没招没落的，啊，都怪我们的。爸，你就别跟他掺和了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行了，你们就别说了，直接冲我们来不就得了吗？跟孩子没完没了的。爸，爸，呀，妈，妈，我不是的，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，他明明可以不让这个房子的，这房子本来就应该归我们了。是啊，我儿子不是没有本事吗？恢复的还可以，你知道吗？下地多走动走动啊！哎，老刘，老刘，我正查房呢，你烦不烦？不是，你爸你妈啊，留着个条，说回老家去了。嗯。啊，那个房你帮我查。你说说你这个不争气的玩意啊！现在把爷爷奶奶都气回老家去了，你舒服啊？你爷爷奶奶为什么走，知道吗？就是为了给你腾地儿。你学习还学成这个样子，你说你对得起谁？我怎么了我？你说你怎么了？哎哎，你怎么这样你？你睡不着觉怪床歪，你要怪林子阳，他凭什么呀他？这一个人住个大三居，哎，你看看咱们家，这爷爷奶奶有个容身的地方吗？我跟你说，老家那么远，条件那么差。要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你就后悔吧你！闭上你的臭嘴！房子事儿过去了，以后不许再提啊！凭什么我不能提房子啊？就你发扬风格啊！你胳膊肘子往外拐！你们俩别吵了行不行啊？还不都为了你吵？我跟你说啊，你爷爷奶奶为你付出这么多啊，下次再考不好试，你就赶快滚回老家，滚就滚！哎哎，反了你了！你上哪儿去？回来！哼，我说你吧，就是家里横外边怂，你自己没本事，你还怪儿子。去。咱们的敌人就在里面，咱们要能开火，准备，发射！耶！咱们二军！你们几个别跑！你们几个别跑，你别跑了！哎哎呀，我站妹，来来看看，上没上着？哎呀，让你放开他！哎，你别跑，刚才就是你，我你砸我们家玻璃，砸你怎么了？我愿意看，快快快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，他们几个砸我们家玻璃，我砸你玻璃怎么了？刘军辉是吧？你家长是哪个部门的？叔叔，我自己闯的祸我自己负责，您能别告我家长？你想承担，等你满18岁再说吧。你家长叫什么名字？冷轩。这不可能，他才36，怎么能有你这么大儿子？你给冷护士长打个电话问问。喂，说话。啊，你等等啊！
冷护士长电话。喂，谁呀？哎，你好，林子阳，他怎么了？哦，他是我们医院新来的博士，啊。啊？砸了玻璃？哦，好吧，好吧，那我现在过来。好，好，哎，就这样，谢谢你啊。什么事？哎，林子阳他们家的玻璃被刘主任的儿子给砸了。又是那个姓林的新兵蛋子，你都快成他家保姆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出去一下啊。我走了。你对你儿子也不过如此。我觉得也是。我走了啊。天空在高，万丈而已，在我心底的你却遥不可及。飞得再远，隔绝天地，却断不了当初不肯悔改的执迷。有些事抹去，有些人却被定格在原地，在那繁华似锦的春天里，刚好遇见你。没来由的伤心，是我怕错失你的原因。的爱往往用一生去放弃，得与失从来不由自己。有些事过去，有些人却被定格在原地，在那繁华似锦的春天里，我却失去你。没来由伤心，是我怕错失你的原因。你让我忘了人生原本就会有别离，你让我忘了分离才是最深的印记。